在过去和当今时代关于权利的概念，一切赠送全归安乐，仍是热的如安乐在古兰经中说，如果你们不享受它，那么安乐却已享受它了。当时不信道的人们把它处处出境，只有一个人与它同行。当时他俩在山洞里，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游出，安乐确实和我们在一起的。”安乐就把定经讲给他，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军队俘虏他，并且誓不信道之的。言辞变成最卑贱的，而安拉的言辞却是最高尚的。安拉是万能的，是智慧的。我见证万物非若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直到报应日，圣门弟子在麦加受到的迫害越来越严重，甚至这里已成为无法忍受的地狱。于是，穆圣允许他们迁移到哈巴沙。穆圣对他们说：“哈巴沙有个不归地。”任何人的国王，你们迁移到这个国家，安乐也许在窘迫之后给你们宽裕。他们分别迁移到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找到了安全，他们能平安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但是各不语。他们听说，库莱什和与穆斯林签了合约，麦加人归信伊斯兰教，让穆斯林自由生活。因此，他们从那里返回麦加。当他们抵达麦加时，发现事实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穆斯林允许他们第二次迁移到哈巴沙，嘎法尔布·阿卜杜尔·穆塔利布就率领遣使前往哈巴沙。飞行时，他愿迁移时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飞行时，憎恨伊斯兰教的。为剥夺穆斯林们接受哈巴沙的国王的友，哈巴沙的国王的友好和优待，而选择向哈巴沙的国王派遣带有礼品和文物的代表团。该代表团要求国王驻入穆斯林的时候。国王认为要了解问题，而听到问题的西方，然后要求穆圣的圣门弟子来到他那里。他们就来了。嘎法尔·阿卜杜尔·穆塔利布曾是穆斯林们的发言人。国王对他们说：“因那个宗教而你们放弃你们的部族。”而不信奉我的宗教或别人的宗教。嘎法说：“国王啊，我们以前是门卫的人，崇拜偶像，吃食物，犯丑事，决断血亲，虐待邻居，强人吞噬弱人，直到安拉向我们。”
太前一位先知，我们知道这位先知的名字、真实的信徒和真迹。他召唤我们承认，安拉的独一性和不一无，被安拉，放弃我们所崇拜的偶像，命令我们说实话，称唤己多物，月书血亲木林愿力尽记得和沙斯禁止我们犯丑事，说假话，吞吃孤儿的钱财，命令我们礼拜和斋戒等伊斯兰教的原则。嘎法，我们响应，我们信仰他，远离他所禁止的，接近他所允许的，因此我们的步子侵犯我们，侵犯我们，并将把我们叛伊斯兰教而回归偶像崇拜。当他们这样做，我们投奔向你的国家，我们从许多国王中间选择你，希望在你的王国这里不遭受妖迫。国王说，你有安拉讲给你们的想知的一段启示吗？嘎法说，是啊，并对国晚年麦尔签章的开脱。于是国王和他的教长都哭泣了，并说，此话与约尔萨所带来的却是从同一个远远出来的，你们去吧。平安拉法师，我不把你们交给他们。于是大家都出去了。认真观察和思考前一道哈巴沙就会发现，先前穆斯林前一道哈巴沙的目的不是从不信道的国家前一道穆斯林国家，因为根本上来说保卫祖国和消除不义，但是前一的根本目的就是从不安全的国家迁移到安全国家。因为哈巴沙的国王是非穆斯林，但是他是个不会带任何人的国王，因此有人说，安拉保护公正的国家，即便他是非穆斯林国家，而不保护不义的国家，即便他是穆斯林国家，因为真正的穆斯林国家绝不会接受不义。如果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接受了不义，那么说明这个国家穆斯林的信仰只是表面上的。穆斯林提升了公正间接的领袖的地位，公正间接的领袖是在没有任何阴影的那一天，安拉给他们指引的七种人中一个。正如穆圣所说，有七种人在没有任何阴影的那一天，安拉给他们指引真正连接的伊玛目忠贞会改革人格社会，不以可以腐蚀社会。安拉允许穆斯林迁移到麦地那时，安拉去世养住他了，因为迁移是建设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和团结的积极转变。于是穆斯林对众世界传达了圣门，安拉说，如果你们不享受他，那么安拉却已享受他了。但是不信道的人们把他驱逐出境，只有一个人与他同行，但是他俩在山洞里。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有出
安乐区是和我们在一起的。2018年，社区区解放卖家安乐的要如何上力来讲，容忍成群结队的充分安乐的宗教，解放卖家以后建立的概念已经改变。解放卖家以后，从国家建立到国家是不允许的。生命的自在卖家受到迫害越来越严重以后，牧师允许他们建立安乐说，在自己的轻重之下，容天是实施其死亡的人。容天是必定问他们说，请劝你们是在什么状日下呢？他们说，我们在地方上被人欺负的。他们问，难道安拉的地不是广阔的，能容你们迁移的吗？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解放卖家以后，从国家迁移到国家是不允许的。正如牧师所说，光复卖家以后再无前途可言。萨夫安ibn Umayya兴奋了，伊斯兰时有人对他说，谁不迁移到麦地呢？谁不会信奉伊斯兰？于是他迁移到麦地呢，然后去阿巴斯ibn Abd al-Muttalib。牧师看见他以后对他说，阿布萨夫安ibn Umayya，什么原因是你前来了？于是他就告诉了他情况。牧师说，阿布瓦哈布啊，你回去你的地方，光复卖家后再无前途可言，唯有圣战和寓意。穆斯林又说，穆斯林就是说，穆斯林在他的语言和行为上得到平安的人，前世就是远离安拉所禁止的一切事物的人。穆斯林告诉我们，真正的建立是积极转变，如从事业和两多转为工作和生钱，从自私和吝啬转为无私奉献，从毁灭和灾害转为建设和改革，从仇恨转为谅解和同情，从流淌鲜血转为珍惜生命。正确了解迁移的意思，要求了解迁移的真正概念。迁移就是从物质转为知识，从迷雾的道路转为人路，从坏的转为美的，从毁灭和灾害转为建设和改革。这都会导致营造文明和建设大地，因为我们的宗教是建设的是大地的宗教。正如安拉所说，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我们的民族是工作生产文明建设和改革的民族，而不是社会懒惰和毁灭的民族。喜欢其宗教的每个穆斯林必须竭力的提升宗教价值，并远离全世界正在遭受的极端主义、宗教中的过分与暴力等所有想象。例如
艺术家孙展伟威胁高前一刀不组织移民或者导致破坏的非法移民要法和国际法都组织非法移民因为祖国像家一样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我们进去许可同时必须获得旅游许可签证或旅行许可希望进入这个国家只是根据亲人为合法的国家之间双边协定进入没有人喜欢在没有合法手段的情况下进入他的国家一样他也不应该这样做我说了以上这些就按了老师我和你们一切赞颂传归安拉准持节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我有安拉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将迎来伊犁元月穆哈朗它就是景月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异乡的月份分离的欣赏更多的分展先是在伊犁元月穆哈朗中更多的分展正如穆神所说拉马丹以外最尊贵的斋戒在安拉的月份即伊犁元月人们拜日外尊贵的拜供是夜间拜特别是阿舒拉元月十日暮申阿舒拉的斋戒可数去过去一年的罪过十日到麦地那时见有太人分阿舒拉的斋使者问他们道这是什么斋他们会回答道这是火与热日安拉在这天人遇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伤害穆萨使者就是在这天分了斋使者听火说我比你们更应该紧跟穆萨使者使者就分了斋并分夫人们也分次日的斋戒Ibn Abbas 传出穆圣斋戒阿舒拉他命令我们也斋戒次日大家说使者阿他是犹太和异度人尊重的节日穆生如果我活到来年我一定分九日的斋即我们分斋第九日与第十日分九日的斋是信心的最好的事分斋第九日与第十日愿主赐予我们机会从十日喜欢的事情我们祈求安拉让回忆信念成为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善良吉祥和胜利的一年